国际棒打得蛮扎实的，看李凯威这一球在右半边还在飞 ，home run， 没有办法解决掉陈品杰。那接下来第二棒的李凯威来了一记重伤害，本季个人第二发全垒打，两分打点的 home run， 分数要变成了4-0了。面对前面两位打者，我现在真的是投得很顺，但今天好像就是过不了陈品杰这一关。上来打者选择抓第一个球来做攻击，这跟他在第二局那支安打的进垒点很类似。对，只不过这颗球来讲，他击中之后，他延伸的角度做得更漂亮。我从侧面来看，完全被李凯威给咬中。永清啊，看完影片不要忘记给我们按一个喜欢，还没订阅的朋友帮我按一下订阅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这样就不会漏接每支精彩影片哦。